真的不在家，真的。为什么？为什么他要不在家？他去哪里啊？他是跑去玩的、欸。他去爽吧。他去拍戏。啊、哦，他去拍戏哦。他有戏在家。怎么可能？他有通告。我要，我们要为他开心。对。他还有，他终于有通告了。而且他是真的自我降价。对。他现在很便宜，很便宜。他说他这一趟是他去大陆拍，对不对？对，他台客的价钱还是很贵，跟大概跟20年前都是一样。所以讲，所以1350，你是说1350？他通过膨胀前那个价钱，对，他们是自我抬价，没有，他其实根本就在家里，假装他很忙，对他根本没去，他在家里，然后忙的是谁？塑造出他自己出去，对，但他其实没有，没有。那你知道忙的是谁吗？谁？是我们两个。哦、好不好？对啊，你现在在吃东西，为什么？哎、欸，不是说我不敬业哦，是因为我刚刚跟谢杰去2天的苗栗，玩很大，苗栗玩很大。然后刚刚哎，大概在6:30的时候，对，才到达台北三立。然后我们就跟司机说，拜托我们加钱，你开快一点，拜托我们一定要赶上 live 直播。对啊，在这个直播之前的2分钟之前，我们来。对，他们是压秒到。真的。但是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你说。就是你可不可以不要把 T 恤扎在你的裤子里面？我这样没有，我把它拉出来，我把它拉出来，对，因为真的很难看。我先走一个字。我跟你讲，他今天的头发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对，不是每个年轻都有美好回忆。好，是。你知道我们节目今天难得没有叫吴尊来的，叫吴尊来好不好？我们节目难得没有阿公在，整个年龄层就是变低，然后又因为你这样，又把它拉回来。我跟你讲，等一下。你要说一下，年龄层拉高不一定是我，你也看过吗？有本事他，你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女神。虽然说你10年前得过宅男女神，今年又得了一次。卖给啊！你永远都是你，那这是怎样？你说你先确定一下你这段话。为什么不找我拍？为什么找他拍？我不是永远女神吗？真的好近哦。对啊，这么近哎，哎，这么近，比起来好像他真的比较正。对。我讲回来，我说阿公可能是拉高我们年龄层，但你绝对不是，我不是，你只是拉低我们的丑度，不是，我是拉，我想说拉低收视率已经很惨了，现在说拉低丑度，你怎么支持？好，为了要提升我们的这个帅度和收视率，对不对？收视率。我请到我妹妹来。等一下，你讲这句话，你要先解释啊。那我现在坐在这边是怎样？因为没有屁用，然后走。不，你已经帮我们加了80几分。我加八。对，我跟他一人才5分。对，好不好？不是，今天是这样啊。今天比方说5000人看，你一个人带了4000，你带了2000，我带负1000。我刚想说奇怪，是不是加起来？我来这里干嘛要扣1000？你还要倒扣？对对对。但是各位，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呢。哦，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最近爆红，而且我私底下超喜欢他的，他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有一个干净的脑，干净的脑都没有，而且他的干净的奶还是干净的脑啦，脑什么干净的奶？不是，刚刚还没上节目的时候，然后就是工作人员就跟他跟 Kid 两个在讲说，就是这个我们来宾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就说他是我的大奶妹，你自己讲的，对，我听到，他说他是我大奶妹，什么叫做干净的奶？他刚自己说我大奶妹，不是我的大，好，啊，我们欢迎凯莉，欢迎凯莉 ，Hello， 大家好，凯莉，嗨，妹妹，哥哥。哎、欸，我们绝对都不会有那种，我知道，因为我也没有想打你的感觉，感觉你们就真的是纯洁兄妹关系这样。而且我跟你讲，你们两个今天应该坐在一起。对啊，情侣装，情侣装，来，赶紧坐这好了。好，走，来，我们这样。哎、欸，那酒还不端上来？哎，你刚刚前一秒才说他有干净的脑，你现在要把他洗脑成奇哥，哎，坐这里，然后感觉就是哎，过来，要不要喝酒？跟大哥董坐一下，董坐一下。这哪是什么妹妹？是，哎，好了，凯莉为什么他你要认他来当你的哥哥呢？哦，因为他原因是什么？哦，因为他在节目上都会欺负我。所以你就当欺负你，然后你讲的都是有点奇怪。但你说真的，我是蛮照顾你，就是很照顾啊，就是边照顾我边欺负我。这个就是有点绑匪的情节，就是说有绑匪绑下一个女生，绑久之后女生爱上绑匪。哎、欸，就是这个情节对吧？你一直欺负他，你不要欺负久了，他其实跟你感情变很好。对啊，就是你是不是爱上我？没有。我跟你讲哦，前阵子发生一件很感人的事情。哦。梁凯莉平常都不太写文章的，她因为对我有一些感动，
他自立自强啊，不是自立自强，本来是没办法打字，对不对？我一个一个字去学的，我一个一个打出来。他自己就是自动自发，上半夜自动自发，凌晨三点钟，你还记得是凌晨三点钟？凌晨三点钟，他就写了对，写了一篇文章，然后 at 我，我看到哭。为什么？内容大概是怎么样？因为他就是说很感动，我就是在节目上面一直照顾他什么什么的这样。嗯，对。哎，那边我好像有看到，我有看到，对不对？你是不是有分享？对，我有分享，你留言分享，而且你还要写一串字，还要写串字，我说要谢谢梁凯丽什么什么的。那最后面那句是我逼他写的。对，对啊，我要讲，你讲一下最后一句是什么？就最后一句是什么？最后一句是什么？就是你是有讲语言障碍是不是？最后一句是什么？谁的最后一句？他可以笑了。他都谁的？是他的最后一句还是你的最后一句？你要讲。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我逼他。我怕你们再不想出来，这边可能会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句。好，没关系。但我们今天就是不是在那边拉塞了？对，我们要先公布一点东西出来啊。对对，这个对。哎呦，幸运儿就是我们之前杰林的那个大海报，你得女神那大海报，在那里，在那里。就这，我们等一下呢，你们这里。哎呦，我把它拿出来。东西都放到超身体呀，对啊，你的最新鲜呐，好不好？我们是想说我坏了，这是什么线？那个是我手臂弯曲的，这是什么线？我们不要把它全开了，我觉得这个洞，这个是你的遐想，就是这里的好不好？就是这里的想想，好，想想，你的想想是什么？想想，所以先你说这是你的手背这样的感觉吗？对，是，应该是这样。摸你的手臂，我摸着你的手臂，看看谁在催你。大声的说，谁在你的背后看着你？没有，我你先听我讲完嘛。我是摸着你的手臂，然后说什么？说声加油，加油，加油！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海报送出去，已经送出去了，已经送出去了，已经送了。他上次是没来领，对不对？他是没有没有没有，他得奖者。我们才抽吗？刚抽出，刚最新出。恭喜詹志祥先生。然后詹志祥，我们新一代女神会在上面签名给他，对不对？是哦，对。要署名给他吗？詹志祥，署一下好，这样他就不能卖。你就签在手臂。詹志祥，如果你现在在线上的话，赶快就说，哎，你署名要署什么？我们等一下女神就马上帮你。对，他给女神会在上面帮你签你想要签的字，我们限字数2500个字。很多写法出来，我同意。好，图片。我们的正奖时间结束了，恭喜恭喜詹先生。然后这边再宣布一个消息，消息，我们10月11号的时候，大家不简单了。10月11号，我们要去海上密室逃脱。海上的，但是没错，我们木曜队要跟粉丝队 PK。哇塞！可是粉丝是找怎么找呢？粉丝总要有资格嘛，总不能用抽的吧？对，所以我们前几个礼拜呢，就是已经告诉大家说，我们就是要用抽的把它抽出来。你是不是大概有3个礼拜没有发了？我跟你讲，试抄完的粉丝专业，不是用抽的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对我们一定要有订阅。你看，我还是有注意我们在我们的左下角或右下角或左上角或右上角那有一个订阅。左边的上面，左边你的这里，我的这里，好，现在我脸这里，对，啊，这边呢有一个订阅的话，你要先订阅之后加入成为我们木曜四超人麦卡贝的粉丝之后呢，你就有机会，我要看这台对不对？哦，你就有机会成为跟我们一起 PK 海上密室逃脱的粉丝队。对，我要办那个那个木曜是宣传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每个节目都各自有订阅，是，那因为这一个订阅哦才60块，对，一个月才60块，凯莉觉得贵吗？好便宜啊，是不是？对啊，定一下吧，你就可以跟凯莉有机会一起在海上逃脱。好玩吗？对啊，我真的觉得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海上怎么玩？你花60块，在那个渡轮就可以见到女神，见到小天王，然后老天王。地大郎，真地大，我是老天王吧？对，老天王，老天王。对啊，老中青全部都有，太划算了，太划算了，好不好？太划算了，还可以见到阿公。而且对，如果说你不要想说要见我们，你可以当做60块做善事嘛，对啊，看看老人嘛，就是老山丘嘛。那天就推着台风晒太阳。就算你真的是不想看看老山丘，你去淡水真的不想花钱搭渡轮，你就当花60块，就多过60块啊。搭渡轮还比你一般花钱买渡轮还要便宜，对对对，超级，拜托，对不对？对不对？票是700块，对不对？那个门票700块，哎。那花60块订阅，你就有
有机会来的，你太划算了啦！而且我跟你讲，你们要赶快订阅，趁现在，因为现在订阅人还没那么多，我们会赶快订阅。先订阅先被凑到，说这个倒是挺实际的，实在的。对，好了，我跟你讲，今天该讲的都讲完了，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好，分享一下。你知道今天节几号？10月1号，中秋节刚过，对，教师节过了，教师节过了。那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你知道吗？家里每个人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的月饼嘛，很多礼品什么的。那你摆在家里，一定说真的，坏掉，就没有人在吃到，吃不完，吃不完。所以我们今天是环保日。环保日，10月1号我们今天就是已经把，比如像我家的月饼，还有这个木药这个公司，很多收到很多月饼，我也有带，你看，你看，有，我跟你讲，由此可知，大家的人缘都蛮好的。其实月饼呢，我觉得月饼这些东西呢，就是会有造成一些浪费，对，所以我倒不如说今天呢，就大家聚集在一起吧，开心，一边聊天一边吃，一边聊天一边吃，好，把这个月饼慢慢的把它消耗完，吃光光。哎 ，Peter， 你呢？你送给大家？等一下，这盒是我送给你们的，然后你们给没有吃完，还剩这么多，还才六个，你们剩四个。大哥，我跟你说，这个是我们老板 Eric 送我的。我看，哎。哎，为什么你的不见好？你把我们起账哥送的东西是不吃完。Eric 也有送我，送你。Eric 也有送我，但没有送这么好。他送我是阿莫凤梨酥，哎，他也是送我阿莫凤。为什么他的这么好？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我有阿莫凤梨酥，还有这个，哎。为什么？哎哎，为什么？我必须要证实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比较喜欢杰林。完了，卡住了，小组还卡住，走不了。重点是，还没有人拉你。我跟你讲，我当我收到阿莫这个就是 Eric 送的时候，开心，开心，主要受到尊重。对，我马上先刻4颗，先吃光，还有3个口味，对不对？对，我每天都在，你知道我最近怎么样吗？又胖了。我现在，我都在顾我的体重。可是弄食物热量那么高，我想说要不要吃？甜，但是这是 Eric 的爱心，爱心，老板是老板娘的爱心，一次吃4个，太感人了，哎，等一下，他们两个，结果他们有2个之外还不吃，不是，我下下礼拜要拍写真集，因为 Eric 送我凤梨酥，我整盒吃掉，只剩下这一盒，而且这一盒我还吃了一半，哎 ，Hello， 谁比较诚意？我衷心感谢，感谢，期待再相逢。我跟你讲。我要特别介绍一个那个什么月饼，各位，怎么样？你知道是谁送我的吗？谁？女神吴尊真真，真真送你的。真真因为就是最近跟我就是走比较近，然后也他就是真用真真走红了嘛。对，真真走红，他就送你一盒月饼，他送我。等一下，我先问一下真真，你有没有送我们制作人月饼？有吗？制作人？其实是有。那可以。他算是还蛮什么？他竟然要卡我位置，到这种小动作都做出来了。好，那我们就现场问一下，你有没有送制作人月饼？有，你自己讲。我也是有啊。哦，好可怕，我告诉你，你们心机好重哦，好可怕。哎。那你有没有送跟你讲月饼？我送他什么？送他什么？我送他这整个企划，我送他整个吃月饼的企划。厉不厉害？我觉得你很厉害。对啊，就你不用出到月饼，还可以拿一堆月饼。我跟你讲，今天就是来这边，就是大家就是认真的吃月饼，好，然后我们一边主持，好不好？那观众朋友看到了。你刚刚是滴的怎么翻到我？我刚刚连续看他好几次，他一要吃饭就喷一点，一要吃他已经拿卫生纸来，然后要吃又喷。没有，这个是刚刚 Peter 整个撒在地上，我帮他捡起来。你看，人真的很贴心。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就是做一个就是算是环保的一个环保日，不要浪费，不要浪费。那观众看到我们在吃这些月饼的时候，他们又觉得说，我家是不是也有些月饼？对。好棒啊！这个好漂亮哦，这个可以吃吗？谁的礼物啊？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亲手手工做，非常用心。那你还把它拿来这里，这很过分。这我会舍不得，难道要把它丢掉吗？这个可以吃吗？吃掉啊！这给你吃，谢谢。好漂亮哦！等一下你可以先拍张照。在看木曜试烧完的时候，发现说，好像最近有谁谁谁送礼品过来的话，你们也可以一边跟着我们一起吃，响应这个活动。对，不然说真的，这个月饼都是新鲜的，它过几天就会全部你们坏了，就会把它丢掉。不如把它看着看着，顺便拿来吃。好，来了。对，杰林也不要只有中秋节啊，以后端午节先来两颗吧，也要把肉送给他们吃。对，
啊，不错，月饼配盖饭。你现在这样好像你那张刚刚那张宣传照。喂喂喂，哎，这是谁的？哎，这也是我的。这是什么？这是你的肉干。肉干。我的那个是我们去，你知道玩很大，不是都会有导游吗？啊，周大成，他就是送了我这个广大成这个肉干。那个不要说你刚刚对我好，我也对你好。来，那你就你的鳗鱼饭就配肉干，肉干盖饭可以吧？不错吧？这是导游送的，看起来很豪华，看起来好吃。你们吃到都嘴巴酸。这是去哪里的送的肉干？我去日本的一个导游，他特地就是拿了这个，不是他不是日本的肉干，他拿了这个白色恋人，这个不是刚刚你们刚刚拿的白色恋人，白色恋人豆干还有柚子给我，对，今天本来要拿柚子给大家，但是柚子实在太甜，不好意思，杀了，就是杀来吃，舍不得给你们这些烂咖，有，你说他烂咖就算了，你说我烂咖我就不是很开心，有。针对他，先刮刮自己胡子吧啊！有，哎，不好意思，我们都没胡子，我们都是假的。哎，这个很漂亮，这个这也是你的吗？对，哎，这到底谁送我的？你要不要看一下节目的时候，自己来跟我讲一下，到底是谁送我的？我想你本身是在有在卖月饼，是不是？你是批发商吧？对哦。哎，我跟你讲啊，中秋节这几天呢，就是今年我真的就是有点人情人软。怎么？人情人软。去年小天王还没有爆红的时候，还是小而已。我是自己幻想说，我桌上会有一颗月饼可以让我吃。就你去年都没有人送，没有人送我。今年我家大概快要30盒。那你会？那你就在转送给别人。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对那些送你月饼的朋友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不会不会，我觉得就是互相感恩，觉得说，哎，你还是谢谢你们，终于谢谢，就是还是要谢谢你们，就是看得起我。然后给我很多机会，那会不会对于那种从一而终的人特别尊敬他？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都没变。你说像你这种从头到尾都不会送，没送，去年没送，我今年也没送。你真的好真诚，我真的真诚的人。我好想跟你当朋友。我今年没有送，今年我也没有送你。当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可是看着你的那种贼头贼脑的眼睛，我实在是。顺便再告诉你一句，明年我也不会送。那你有没有送台哥？台哥我倒是跟俊杰他们一起送哦，就是台哥助理啦，对啊，我觉得还不错啊，对，他懂，还不错啊，他还懂得那个。哎，我问一下，教师节有没有人跟台哥说教师节快乐？为什么他是教师？他是我们的老师啊，他是我们老师，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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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们真的是，我也没有。我后来看到珍珍说她跟她的老师一起在吃饭，我就发现啊，我忘记跟我的老师说教师节快乐哦，但没关系。那下礼拜好，我们现在那个打电话给他，谁打给谁？台哥，好，打给他，然后我们在这个打给他过程中，我们就一人拿个月饼吃一下，好不好？好，我就吃我亲送给你们的月饼，我自己把它吃掉。凯莉今年吃到很多月饼吗？有吃很多，但我有带一盒。这是什么的？好可爱哦！是月饼。我知道，我觉得我知道。这个是那个齐哈尔做的。哦，也是人家送你的吗？对，大家一起吃。我想吃这个。嗯，巧克力的蛮好吃的。对，那是巧克力的，有很多种，特别哦。哎，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好好吃一下。我想吃凤梨酥，哎，这个吗？对，我想吃一下凤梨酥。这个是不是比俄罗斯娃娃？就是你吃的，就是这个凤梨酥，打开。对对对，哎，软糖哎，是怎么软？好，那是也是我朋友手工做。好了，那我们就一边吃。可以给我们配的看一下聊天室吗？一边吃一边，因为我们都没有聊天室。好，我们聊聊跳舞是不是？我们这边吃，那顺便聊点别的，等一下吃完再去跳舞，对不对？好不好？因为我刚刚在来之前听说杰林扣掉桃哦，他现在同样的大淤青。我正想讲啊，真的。这两天我们去苗栗玩很大，那你觉得我可能会跟你们讲一些就是游戏内容，但我不会讲。我们不能讲，也不能公布胜败都不行。所以我们有些，我们等一下讲这个他为什么被扣到，有些是我虚造的。等一下，内容纯属虚构，如果有雷同那就雷同。我们在玩躲猫猫，然后就后来那个杰林他就很认真的，就是躲在一个鬼屋里面，然后他那地方超恐怖，然后蜘蛛丝超多，然后而且重点是旁边是蜘蛛，就是跟我一起就这么近，我快吓死。然后我就逼他说：“你怎么敢躲啊？”他逼我的，他超敬业，我就说。
这个洞你躲出去绝对不会被发现。嗯，然后真的吗？真的吗？我说为了我们，你一定要拼了。重点是他在这之前，他讲了很多有关那个房间里面的鬼可能会发生的鬼故事，因为那个房间其实是放了30年以上那种戏服。对。然后重点是戏服都有一些里面都有住人，你知道吗？对。然后重点是那间房间很暗，然后没有。隔三下，其实我抖了一下，隔三下，对，然后大部分重点是因为我们躲猫猫，我们要复原所有现场，所以因为我这次是跟 Key 一对，不是跟宪哥一对，所以我们就把门带上，哇，整间屋子都是黑的，哇，好恐怖，没有摄影师跟你们一起，没有，完全，他就是给我一个 GoPro， 然后就很敬业啊，就躲进去，然后就因为很窄啊，对，然后我就拿东西给他，他就要起来，嘣一声，哦，我就瞬间，我就摸，哎，有没有怎样？摸他的头，就肿了。就你看这边肿起来，拿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啊，哦，这有点肿哎，有还有点伤口，对，有伤口，因为我是玩到洗澡的时候。口水可以治病。对，你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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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哎，伤口会烂掉。这是古时候的方式。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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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演艺病，那是演艺病，没有没读书的。哎，你是不是有演艺病？不，你才有演艺病嘞。反正我觉得这次的瓦很大，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对，你们一定要看。算是我们哎木曜哦，木曜团队一起出征的。哎，对，对不对？算。希望之后会还有大哥，然后台哥，我们全部一起去。哎，下次我们就组一队去玩很大，要不要？我来办。真的吗？我就来办。那我会不当官主吗？就是我们会不会你的 level 就只适合当官主？有 air forever 官主？不对，你要注意哦。如果我去当官主，代表说真真没有位置喽。哎，真真说不定是我们的来宾，对啦，怎么难办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可以去当观众。棺材算了，棺材，好不好？对啊，就是大家这次要看一下玩很大，因为你看刚刚的伤。全部都是刚刚摔的，这是今天玩游戏。这次是摔脚是不是？怎么？对啊，而且还破掉。我全部都是很大，很哪里？缝九针。哦，对，之前是你自己去打球撞的，没看新闻是？哦，白痴哎。好，哎，那我们跟你讲，现在马上进行第一个游戏，好，好不好？什么游戏？等一下呢，因为凯莉，大家都知道她很会跳，超会跳，所以今天。嗯，是不是应该让他先跳一下？没有，我们等下让他跳个够。真的假的？真的。我想说可以让他自己独秀一下。他音乐出不来。好，音乐出不来。那你先干跳呀，我们先吃东西。我们等下过去那边。对，我们现在就是要让大家来看看凯莉到底多会跳。他超会跳，我就是因为他在节目上一直跳舞，我才注意到这个女生。你现在先不对镜头说，你今天对跳舞这一关是不是很有信心？我今天对跳舞这关是不是很有信心？嗯啊，这么重复我们的问题，重复我的话，你要回答。凯莉，我真的觉得你在玩很大的时候，行李箱掉是你自己的问题。他为什么要重复我的话？他要不要重复你的话？为什么？为什么？我呼吁你，为什么会这样？很有信心。他怎么了啦？他怎么了？我有点紧张。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干净的脑了。我看他就是个干净的脑。有点紧张，好可爱。我们用笑声把他脑洞开，吃他那干净。白色一定是白色。炖那个花生脑汤，凯莉脑汤。你好残忍哦。梁凯，你干嘛哭啊？我没有啦，我们笑到哭。再一次。好，我们现在听看有没有听到音乐，听一下。来，老婆姐开音乐，四、三、二、一，有这音乐不错，有。要笑一下吗？还是笑一下？没有，笑一下，还是笑一下。我跟你讲，凯莉是真的很会跳，但是呢，她就是像我们那天去宪哥的那个生日哦，生日派对，我教她跳舞，她也就给我跳五秒。太轻松嘞，一下。你今天，我跟你讲，这是我们节目，你至少跳30秒以上，好，认真的，预备。我们节目两个小时，他跳真的很好看。各位，好，欢迎凯莉。5、4、3、2、1，我听不到音乐。那你在那边好了，这边会不会要清楚？好，这边。你在这边，然后镜头带。我知道凯莉是会有点尴尬啦，因为你突然叫人家跳舞，当然要尴尬，对，对不对？我们一定要让他同样。你先跳，那个，你先跳一下。你先跳妖怪手表，给他暖身一下。你是想要尬舞的感觉？没有，妖怪手表哥啊！自己唱自己唱。好，那我听一下音乐，我到这边好了，好不好，小帅哥？好，来来来。不要跳，不要跳妖怪手表，不是那个。是因为你要跳的话是不用音乐的。没有，就用刚刚那个音乐跳妖怪手表。好，刚刚音乐
先发去，然后跳一段之后你就接上去，就不会耽搁。所以跳这个，跳这个，跳这个。好可爱哦，好可爱哦，怎么那么可爱？好可爱哦，完全看不出来是头刚刚撞到淤青的人。对呀，怎么还是那么有活力啊？对啊，出外勤2000的。对啊，看到没有？真的是很会跳舞的，他可能是木曜刚发完到现在为止跳舞最强的来宾哦。对啊，很性感，而且花臂上好像多一点，多一点。对啊，他跳的舞完全是本集我们收视率最高的一段哎。你不跳的话，我看现在没人了。4000、4600、4800、5000，哇，5500。两台身材真的很好，超好的。他什么都 OK， 就是坏那个脑袋不好。好了，梁凯莉 OK 啦。好，我讲，哎，说真的，梁凯莉只要一跳舞，她感觉就不是梁凯莉，她就不是，她变了一个人，表情就变认真。那我是谁？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包奖励，你就是，哎，你只要一跳舞，你就是，哎，大奶妹。好，大奶妹，大奶妹，太低俗了，太低俗了，你就是马丹娜了，台湾马丹娜，当然是假的啊，但是我们就会封你为台湾马丹娜。那你也可以台湾马里奥，随便你。因为都是在跳的，台湾马丹娜。那等一下我们是要玩 Just Dance 嘛，对不对？对。那我们要分队吗？要，要，对不对？我觉得我们男生就分开，一人带一个。因为今天，然后好，我们两个分开。可是今天网友在来之前一直说叫凯莉要电你，打败 K 的。对他们一直叫凯莉要打败你，梁凯莉。你这是窝里反了你！对啊，他们要不是我说，是网友说你跟网友说又不是他反的，他跟你说又不是他反的。好，所以这那很明显，那很明显，你要打败我，你就是跟大根一对。好，我们对同样色系调一对，白色系。他们今天是情侣档，你们用苗栗苗苗栗回来，怎么样？我们就不是情侣档吗？我们两个就穿白色。哎，你们也是诙谐。哎，灰鞋，灰鞋，你们两个是个灰鞋的情侣档哎，蓝裤，蓝裤，蓝裤，而且我跟你讲厉害了，怎么样？何止蓝裤，内裤都一样是不是？来看一下，翻转给大家看一下，你这很神经病哦，哎，真的一样，我知道，因为我知道你面这个，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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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的一样，我以为我只会以为你当面是，先容我了解一下，你们去苗栗这几天到底在干嘛？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我们很熟悉，很熟悉，彼此很熟悉了，是不是？对，我跟你讲。谢今天还跟我讲一件事情，不是，他说，等一下你不要乱说，没有，我会旁边。干嘛？声音。好，不说不说，不要说。等下，如果等下你们输了，你们就输。输，我们输了就说，好不好？好不好？好，我们前往舞蹈场地集合。舞蹈场地什么？等等等等等。没有进广告的，直接。没有广告，我们就直接。